3D 打印机这两年在国内外都非常的火，不少的企业、学校和个人都添置了 3D 打印机。然而市面上的 3D 打印机种类繁多，良莠不齐，选择一台性能好而又适合自己的 3D 打印机并不容易。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司最新上市的 A 系列 3D 打印机 A4。 这款 3D 打印机无论是从外观、结构、性能以及使用体验方面，都凝聚了极光而过顶级研发团队的智慧和心血。首先，我们从外观上来看 ，A4 小巧精致而富有艺术感。它采用轻工业弧形边缘设计风格，让机身光滑圆润，凸显流线美感。中国红、珍珠白、天空蓝三色选择，满足用户对色彩的需求。A4 机身精选钣金内胆和高强度塑胶相结合，既保证坚固稳定，又美观大方。除了别具风格的外观设计， A4 的 UI 界面设计也显得非常简洁大气，大屏电容屏触控操作更便捷。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具体介绍这台 3D 打印机的黑科技。首先，它采用隐藏式料架设计，可以有效保护耗材免受潮湿和氧化，让机身显得美观大方。它的开合式天窗设计，让我们打开天窗时可以更好地观察模型打印状况，关闭天窗时又可以保证打印更平稳地进行，一举两得。我们再看 A4 的平台模块化设计，当模型打印完成后，先拿出平台再取模型，保证了取模的更便捷性和人性化。除此之外， A4 双轴一体的电机设计，确保打印机稳定的同时，打印速度还提高了30%，省时省心。在功能配备上， A4 拥有独创新型无间隙连接的进料系统，进退料顺畅无阻，所以模型成型精度也更高，也更能从容应对 ABS、TPU、软胶等各种耗材。如果您在打印时遇上断电的糟糕情况，不用抓狂， A4 的断电续打功能可以保证来电继续打印，彻底告别从头再来。一款智能 3D 打印机自然也少不了智能 wifi 功能，通过 APP 能够控制这台 3D 打印机，一键智能打印轻松搞定。 A4 3D 打印机就是这样一款无论是外观、结构还是稳定性和体验，都倾注着极光耳蜗人的心血。工匠精神贯穿了 A4 的每一个细微之处，相信这款 3D 打印机能为您实现更多的创意梦想。我们真诚地希望您在所处的应用领域中， A4 可以成为您 3D 打印产品中的最佳选择。